程黎明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你这是闹哪一出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吃醋了。这和玛丽无关。我跟他真没什么。真没什么？那他怎么这么了解你啊？你们在英国是一起看星星，一起游泳，真浪漫。我跟你说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我跟他现在就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，清清白白。我说了，这跟他没关系。那你好端端的闹什么解约啊？程黎明，这婚约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你说意味着什么？其实他什么都不是。他怎么就什么都不是了？啊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婚约，你早就嫁给德奇的孙子了。你应该感谢这个婚约，明白吗？多亏了他才能救了你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把它拿出来了？谁说的？那你什么时候拿出来？我想拿的时候我就拿。什么叫你想拿的时候就拿？你想娶我就把它拿出来，不想娶我你就把它放在那儿，让它发霉烂掉，是不是？你要跟我说这个就太没意思了。怎么没意思了？我们今天就说清楚。程黎明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认为我就该听你的？由你说了算。凭什么？凭婚约。这婚约就是一张纸，它算什么呀？你以为凭这个就能束缚住我，就能把我给卖了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既然是一张纸，那它就是一张纸。从今天起，就当没这个婚约，你爱干嘛干嘛，随你便。这婚约是咱们父母给定的，你说没就没了。反正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，你高兴就好，随时解约都可以。什么叫我高兴随时解约都可以？是不是你跑的时候跟我吵着闹着要解约的？你嘴上不说解约，其实心里早盼着，对吗？杨雨初，你现在就是在无理取闹，知道吗？是你自己不明不白，你还说我无理取闹。我怎么不明不白？我现在特别明白。你要是明白，你就不会对我这样了。我确实，我确实不明白，是吧？我就说你不明白，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要解除婚约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要解约吗？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明白不明白的啊？解，今天解，高兴了吧？自由了，谁也别管谁，解约，解。